大家好，我是张宏。唐诗是最美好的文字，让我们一起读唐诗。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唐诗中的必读经典，李白的《将进酒》。《将进酒》啊，是汉乐府旧题。注意，这个“将”字不读“将”，应该读“将进酒”，意思啊，就是劝酒歌。李白的《将进酒》是唐诗长廊中最璀璨的明珠，其中的意象宏阔，内涵深远，洒脱的情怀，乐观的态度，我认为是男生的必备经典。凭借声名远扬的诗作，李白的名字很快赢得唐玄宗的关注。开元初年，请他到翰林院入职，李白踌躇满志，准备大展宏图。然而根本没有想象中济世安邦的机会，只是在皇帝身边吟诗作赋，于是对御用文人的生活日渐厌倦，黯然离开了长安，重新踏上了云游祖国山河的漫漫旅途。这一时期，他多次与友人岑勋应邀到嵩山另一好友袁丹丘的隐阳山居为客，三人登高饮宴，借酒放歌，不知不觉中酒过三巡，诗仙桀骜不驯的性格瞬间释放出来，天上地下，古往今来，太白一如既往极尽夸张之能事，随手就是天文数字，千斤三百杯，斗酒十千，千金裘，万古愁，等等，让人瞠目结舌，应接不暇。全篇大起大落，大开大合，诗情由悲转乐，转狂放，转愤怒，再转狂放，最后以同销万古愁的结句，如大河奔流，通达九霄。他狂放不羁，他气象不凡，犹如千军万马从天而降，一泻千里，成就了这篇震动古今的《将进酒》。千年后，我们每次读到这篇《将进酒》时，请先向伟大的谪仙人李白致敬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呀。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钟鼓馔玉何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十千恣欢谑。主人何为言少钱，尽须沽取对君酌。无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
相传啊，一天宫中牡丹盛开，唐玄宗带了杨贵妃饮酒赏花，此情此景必须有人吟诗作赋呀，于是派人把李白召来。这时李白已在酒店喝得烂醉如泥呀，来到宫里还是酒醉状态，微心中提起笔来一下子写了三首《清平乐》，赞颂杨贵妃和牡丹花，开篇七个字，银响衣裳花想容，一下子就让唐玄宗和杨贵妃开心至极呀。又一次李白在宫中又喝醉了，竟对坐在身旁的宦官高力士说，给我脱掉靴子。高力士看到皇帝和贵妃都很欣赏李白，只好依言照办，但他记仇了，决定找机会报复李白。杨贵妃特别喜欢李白给他写的《清平乐》，高力士故意说，我以为贵妃受了李白的侮辱，一定对他恨之入骨呢，没想到您这么喜欢他的诗。杨贵妃吃惊地问，哦，李学士怎么会侮辱我呢？高力士说，您看，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，说的是汉朝的赵飞燕，她可是出身歌女呀，后来虽然立为皇后，但作风不正，最后还是被贬为庶人。她用赵飞燕跟您相比，不是把您看得太下贱了吗？杨贵妃听了高力士的话，郁闷至极。此后唐玄宗几次想任命李白官职，都被杨贵妃阻止了。这个故事只是一个传说，但我们还是感谢唐玄宗没有用官职束缚李白，给中国诗歌史留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诗仙。